星期的我的语言，如此这般的深情，若飘逝转眼成云烟。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，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。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，好似要它在化解冰雪的容颜。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，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，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。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语，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眼，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眼。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。谢谢。好，这一组的 PK 马上有请小林老师讲评。吴英静，真的是唱得太好了，谢谢，唱得非常好，而且刚刚你一唱完，David 老师他很可爱，他就说好好听好好听，就是没有什么好好听啊。然后刚刚 David 老师还把那句英文摸白的 heavy 他把那句圈出来，他问我什么意思，我告诉他，他说他听到了，他听到了那种内心的哭泣。胡夏今天还是唱错歌词，然后其实唱错歌词为什么一直提醒你不要唱错，因为它是会影响你自己的，你一直唱错了，后面你就会一直在想你唱错的这个事情，所以原先接下去你要发挥最好的地方，副歌所有的节奏都加进来的，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，吧，那个抢拍，你其实虽然那个地方你没有唱，但是你所有的精神态度都要跟那个节奏紧紧的扣在一起，可是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整个就会变成比较平。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，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。胡夏，你唱得非常好，对啊，你不要，我觉得你就是未战，然后就看到对手也还好吧，为什么他也都还没有怎么样，你为什么自己就先衰弱？没有，小林老师，我刚刚觉得他脸特别的苍白，他怎么了？因为我近距离看没有那么白过。快，你是哪边在痛？这边是不是？这里胃吧，在靠胃的地方在痛，这个胃痛对你来讲也不是。是，虽然很痛，但是我相信你还是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好，马上来看这一组的分数。首先是吴英静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吴英静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5分。接下来看看胡夏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胡夏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6分，我想评
神其实还是会很在意说你的忘词这个部分，希望你这个赶快调养好身体。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吴英静啦，好，来两位握手一下，谢谢。